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美小子。本期是小子挑战第125期，收到刺激哥投稿，问我能不能一起完成操作。先来看看原版视频。AB 在画西游，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多少色彩回眸。空中换车，离开轿车后坐上队友的车，看着挺好玩的，所以这期就来挑战一次。位置在杨帆的网红坡这里。既然位置有了，轿车也找到了，就直接开始挑战吧。经过多次的尝试，发现要靠近中线的位置，成功率会更高一些。一起来看看小子成功的画面吧。